大家好，今天有 Trudy 介绍这个笋盘的楼盘。这个楼盘就位于一号银海一个三房的单位，而一号银海里面呢豪华会所啦，还有这个单位呢就是楼底特别高的。那我们不如看看这个单位有几笋，好不好？大家看完这个笋盘介绍之后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任何的查询或者是咨询的时候，欢迎随时致电给我 Trudy 或者 WhatsApp 我。下次再见。